人沉默，或许你早就回答了我。讲真的，想得不可得，是最难割舍的。各自好好过，也好过一直拖。自作多情了，好吧，我认了，至少能换来释怀洒脱，没丢失掉自我。不舍删去又不敢想，明明对你念念不忘，思前想后越发紧张，无法深藏，爱没爱过想听你讲。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心抢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，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，或许你早就回答。